悬疑问答。台长，如果那个酒啊，我们吃饱了不能喝，如果是药酒，我们能喝吗？什么？酒啊，那种药酒啊，几乎是不能喝的。我们学佛人，如果是那种药酒呢，也不可以，也不可以啊。药酒就是一把酒里边泡点药，那不叫酒啊。哦，明白了吗？啊、哦，也是不能。可以的。药酒可以，也是不能啊，药酒哦。不可以，听不懂。啊、哦，不可以，明白了。